新手小白同学是选微软的 XSX 游戏机还是选索尼的 PS5？ 上次在直播间有很多同学问这个问题，我想还是做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。前两天 Xbox 开了一个游戏发布会，公布了很多款游戏，而且都是首发进入了它的 XGP。 对于新手小白同学来说，我分享一下我的观点。我们买游戏机就是为了玩游戏，你喜欢哪个游戏，喜欢哪类的游戏就买哪个平台就可以了。下面这个表是我做的一个小研究小调查，和新手同学分享。首先，微软的 Xbox 最近的价格是日版4500，国行4900， PS5 国行价格是3899，而且最近货源比较充足。这是硬件，下面说软件。微软这边有一个叫 XGP， 三年300多块钱人民币。这个 XGP 里面包含了很多款游戏，而且很多新游戏，特别是微软第一方的大作，都会首发进入 XGP， 而且很多游戏在电脑上也是可以玩的，电脑可以登录你的 XGP 账号玩这里面的游戏，大部分游戏。那索尼这边呢，今年5月份开了一个 Plus 二档会员，一年人民币是400多块钱。但是索尼这个会员呢，基本都是一些中老期的游戏，新游戏不会首发进入这个二档会员库的，这个做一个区分。另外价格也是差了不少。先别着急，现在还分不出胜负，我们再往下看。下面是重点了，左侧这是 Xbox 独占，右侧这是 PS 独占，中间这是第三方跨平台，两边都可以玩。那么这么多游戏我们该怎么选呢？这个 Xbox Series X 它是微软的，微软是美国的公司， PS 是索尼的，是日本的公司。虽然这两款产品都是面向全球的产品，但是他们的游戏风格是有点区别的。就好像我们喜欢看的那种片子，你喜欢看日本的还是喜欢看欧美的呢？我说的是动画片啊，你们别想歪了。咱们先回忆一下，因为都是小白嘛，肯定没玩过几个游戏。比如日本的动画片有《龙珠》《火影》《海贼王》《灌篮高手》《悠悠白书》《网球王子》《足球小将》《机器猫》《聪明的一休》《阿拉蕾》《尼尔斯企鹅旅行记》等等等等。你喜欢看这类的动画片吗？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欧美的啊，欧美的比如说有猫和老鼠、忍者神龟、海绵宝宝、辛普森的一家、大力水手、加菲猫、蓝精灵、地球超人、丹佛尔最后的恐龙、海底小精灵、小不点、神探加杰特。通过我说了这么多的动画片的名字，我估计很多同学就知道我小时候没少看。我是每日通吃的，这个 Xbox 的游戏啊，大部分我也玩过，但是它里边那个游戏风格我不是很喜欢。我个人来讲更偏向于玩 PS 以及第三方平台的游戏。